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就给大家王者荣耀排位的游戏视频啊。然后一大早打的，因为前天打的时候输了两三场，就是晚上打的时候输了两场，然后早上起来又想再打，然后又输了一场，然后现在又打一场了。然后这场用的是鬼谷子，因为我方这边没有进鬼谷子，只进了一个庄周和周瑜，然后对面是进了露娜和蔡文姬，然后我就有机会用上这个鬼谷子。其实鬼谷子还挺少机会在这个钻石排位以上用到，对吧？鬼谷子虽然说被削了啊，这个 S8 赛季一出来就是刚出来的这个英雄啊，配合出来的，估计 S9 赛季可能会出苏烈吧，对吧？应该是苏烈同时出吧，可能也许是啊。然后这开局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去反红，看到那个，然后这边碰到成吉思汗，我还是没有多少血，我不想跟他纠缠嘛，然后一个闪现闪到这个主宰的窝里面，没想到他也跟着我闪进去，然后最后被我们一群队友给围殴打死啊。这个那个看到那个蓝我就感觉搞笑了，人家都喜欢叫他二哈，这一次他是真的把自己给二了啊，你看自己把自己给套路了，最后还要套路说一大堆，这是他自己跟着我跑下去的，不关我的事，对吧？我也没有强拉他过来，也不是我拉他过来的，他还跟着我追着我，刚才我也没有去多少血，对吧？我只是不想跟他纠缠，然后就跳进去，他也跟我跳进去就死了。刚好那时候我方队友在那巡视啊，应该是在那寻找机会，就碰到他。其实鬼谷子这个英雄确实也蛮不错啊，就是如果低分局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用，就钻石以下嘛，钻石以下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鬼谷子。然后这边我看到对方蓝 buff 没有多少，又想去打蓝嘛，看到他们，因为就是要不停的啊，不停的把他们家的野区啊，就是红蓝 buff 这些野怪给他霸占掉，霸占之后，哎，我们就好打。这边看宫本要过来开了个大招在我方虞姬身上，然后我方高渐离和我同时开一个，他开大我开二是吧，他开大招我开二技能，直接把宫本又怼了。所以说打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先要尽量把对方的野怪，反正就是只要尽量把对方野怪前期压制住啊，这样我们后期就非常好打。但有的时候队友不喜欢过来还野嘛，他不还野的话就有的时候打起来不是很好打。像那个就是光打自己的那个阵容是吧，光打自己野区啊，不打他们对方的野区，这样对方的那个打野英雄有的时候会发育的很好，然后他有的时候他也会跑过来反是吧，所以说就比较麻烦。对方那个牛魔倒是挺麻烦的一个角色，牛魔我好像上次也用过，打过一次排位，哎呀输了。这边我又看到蓝 buff 出来的，又跑过来抢蓝干扰他们嘛，最起码如果就算抢不到是吧，也要干扰他们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什么的，让一群人过来啊，然后其他路线的有机会就可以发育或者什么的。这边看到队友有危险，赶紧跑，我们这边又有三个不怕，这边就一个牛魔拉回来，这家伙又闪现跑了啊。然后这时候我想回城啊，这时候回城，但是对方妲己不知道想什么，对方妲己还是出来露了个脸啊。这时候我看到他应该是躲到那草丛，然后直接开个隐身，再开个二技能刷过去，他还躲这个草丛回城，上面不回，非要跑到这下面来，他可能想睡那个高渐离啊，没成想也被我盯住了，我在草丛等着埋伏了半天啊，一下子就把我搞死，那也算他倒霉啊。这边又在上路啊，上路看到这边又有一波团，其实高渐离加这个像这个鬼谷子啊，加鬼谷子的技能合起来非常强势啊。因为他们想跑，然后突然跑还没跑掉，然后就被鬼谷子拉回来，刚好那蔡文姬不是高渐离那个伤害还在嘛，大招的伤害是吧，一直在闪，然后在被鬼谷子拉的一瞬间又是属于眩晕状态，根本没法还手，所以说这两个搭配起来非常强势，然后他们刚好又都一个都没进，哎，只能怪他们倒霉了。碰到这个阵容，那我们还有一个东方太一加起来就是又控又什么的啊，对吧？刚开始的时候东方太一在上路守的也是非常不错，还一开始就直接有双杀，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就知道。反正现在基本上钻石以上能进的英雄也就是这个鬼谷子、蔡文姬，然后露娜，然后附带一个要么就是别的啊，是吧？庄周再进一个，那就没有辅助了。然后李白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反正就是基本剩下就是随便进一个，是吧？估计苏烈那个英雄出来的话，可能也会开始一两天也会被禁，至于后期就不清楚了。
初恋那个确实挺壮啊，傻大个一个。这边将那个东皇太一直接吸了那个妲己是吧？确实要吸住妲己，因为妲己那个睡轮很麻烦，睡完之后又一套，那个打的伤害太高。啊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波啊，虽然我这边人头比较少，但我助攻也有十个是吧？但不，但是我这个没有死一次，算是不错了这局啊。总算是在输了两三局以后啊，这个排位在输了两三局以后，终于是扳回一局了。如果再不扳回，我这个基本上就要掉段了，还不知道这个赛季能不能打到王者。现在才星耀三啊，星耀三，有点艰难，因为已经过半了啊，月底就结束了这个赛季。看这个赛季能不能到王者啊？那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或者 QQ 邮箱。然后接下来看一下，就到这里吧。